迎大家收看 FireHTV 华语新闻。大家好，我是吕迪生，让我们一起收看今晚的焦点新闻。既然是一个男生喜欢上人妖而拒绝一个漂亮的美女，太不可思议了，这世界上真是无奇不有。让我们一起观赏这有趣又搞笑的华语新闻，请收看。其实我喜欢你很久。对不起，我已经有另外一半了。I love you. 难道你是？对。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另外一则哭笑不得的新闻。既然有一位学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光明正大的在老师面前偷看黄书，真是让人有够振奋，又想打他又想揍他，可是越同情他。让我们一起收看这则新闻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观赏一则关于网络红人的新闻，他的爆红指数竟然胜过了周杰伦。他教你一部手部按摩法，让你手爽，直到你喊爽爽爽爽。他是谁呢？没错，他就是黄子玲先生。你想学的话，请看这部影片。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收看我们下一则跳舞的新闻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一起观赏本台员工的生活照。
그만 그렇게 돼. 台湾有黑哥，韩国有 One Girl， 马来西亚有 Flower Girl， 想听我们唱歌吗？想吗？想吗？就请收看。谢谢大家收看 Flash TV 华语新闻，祝你一个愉快的一天。干，收工。啊，爽啊！哎 ，Ben 啊，哎，哎，我们拍完了哦，你要不要回啊？我回先啦。拜拜。